顺着楼道的方向，我看到宿管阿姨的身影不断走来。楼道黑暗，阿姨竟没有跺脚或者叫喊唤起声控灯。看到我后，阿姨突然加快速度，从正常的走路变成快走，接着又变成小跑。小跑的时候，手脚不太协调。就在这时，我手机又震了一下。我打开微信，这一次是413私聊的。413，宿管阿姨的状态不对劲儿，别给她开门。她手里拿着刀，刀上有血。我顿时血压飙升，连忙缩回宿舍，用力关上宿舍门并上锁。片刻后，砸门声响起，咚咚咚。宿管阿姨不是在敲门，是用拳头在砸门。我连忙回应：阿姨，别敲了，我是林小青，外卖拿到了，我没受到伤害。小青，听到我的话，门外的宿管阿姨微微停顿，不再砸门。我趁机看向门镜，见宿管阿姨一只手捂着额头，表情好像很痛苦，但很快就察觉到我在趴门镜，下意识地把右手放到身后。阿姨的动作很快，但我还是看清楚了，和413说的一样，宿管阿姨的右手拿着一把带血的刀。阿姨不再敲门，而是在门外说道：小青，快开门，阿姨要亲眼看到你安全才放心。我连忙回答：阿姨，我没事的，外卖我也拿到了，外卖小哥刚往右边走了。阿姨轻拍了一下门，语气带着埋怨：你这孩子，开门就顺手的事，不然我怎么知道坏人是否劫持了你，躲进你的宿舍。你们在阿姨眼里都是孩子，你们的安全在阿姨这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番话下来，我觉得那个熟悉的宿管阿姨回来了，俨然一副处处为我们着想的热心又严厉的模样。可我还是不能开门，哪怕熬过今晚，白天我找宿管阿姨道歉，现在也绝不能开。阿姨，坏人没进我屋里，402可以证明，他亲眼看到外卖小哥离开的，就在走廊右手边，他腿好像有问题，阿姨您现在还能追得上？谁知阿姨根本就没有追外卖小哥的打算，继续耗在我门前。那我也要先进来问清楚情况，这是为了你们安全着想，快点给我开门，不然给你宿舍扣分。我屋子里没有坏人，我也是安全的，外卖小哥逃走的方向也得出来了，宿管阿姨为什么还执意要进我宿舍？宿管阿姨绝对有问题。我只能坚定回答：阿姨，现在已经11点了，我没义务给您开门，还扣分威胁，别说你这扣分不合理，就算扣再多分也没有命重要。谁知这时刚刚焦急的阿姨突然安静，透过门镜看着阿姨低着头，口中喃喃低语：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阿姨，都怪你不好，都怪你半夜非要点外卖，让坏人进了宿舍楼，你要受到惩罚。阿姨的声音由小变大，最后声音中带着狰狞，在说话的同时突然抬起头看向门镜，她把眼睛直接顶在了门镜上。我们宿舍的门镜向外看，本身就有一种凸透镜的视觉，阿姨的这一举动吓得我直接坐在了地上。宿管阿姨又用力砸了两下门，竟开始节节笑了起来：犯了错还拒绝接受惩罚，你以为阿姨没办法了吗？傻孩子，我是宿管啊，整栋楼所有宿舍的钥匙我都有，等我这就下楼去取。听到阿姨的话，我神经仿佛炸开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楼上传来了敲门和叫喊声，微信群里传来新的消息，有人在 at 我508@408。其实我刚才也点了外卖，外卖小哥在我门外了，他不走了怎么办？408，你刚才是怎么赶走他的？我不但帮不到他，自己也自身难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的宿管阿姨离开了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：那个送外卖的，别让我抓到，还有楼上的同学，半夜点外卖也要接受惩罚。微信又有了新的消息，但这次是413拉了一个小群，群里除了我还有402413508，分别在我宿舍的左右和上方，402和413两侧都有楼梯。413，今晚的情况不正常，外卖小哥有问题，宿管阿姨也有问题，拉个群我们互相照应，通过门禁传递情报。我刚看宿管阿姨走了，应该是上楼了。508，宿管阿姨有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办？408，总之谁敲门你都不要开。508，你坚持住，我现在就报警。413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受到伤害。508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报假警犯法的吧？我一阵无语，这两个家伙是小学生吗？就在这时，半天没说话的402发言了：402，我刚才已经报完警了，警察10分钟就会到，现在安全最重要。我长叹口气，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，冷静下来。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情况，宿舍门锁着，有几个姐妹通过门禁交流外面情况，已经报警。虽然宿管阿姨有我们宿舍的钥匙，可她去追外卖小哥了，一时半会顾不上我们。就在这时，微信又震了一下，我看了眼手机，是402的私聊。402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